我是玉星锤，继承遗产，邂逅高富帅，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您就在广场是吧？哦，好，那我看看。蓝色外套，正在看手机。啊，找到了。您好，您就是刘源吗？好帅啊！我是玉星锤，刚刚跟您通过电话的。请问是现在去看碧云天的房子吗？看房子，玉星锤，这什么眼神？质疑我买不起碧云天的房子吗？碧云天，南市 CBD 商业中心区，非富即贵，单价七位数。要不是亲自签了这份遗嘱收赠书，这房子啊，我这辈子都不敢想。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，你放心，我带着钱呢，只要看中了，我直接买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去售楼处。我的娘，这也太帅了，睫毛太长了，太撩人了。上车吧。